哦，好像你的六臂子呢，扎死了啦！流鼻涕啦！这就是一派恐怖的颜色，到时候对不起哦，我觉得你们好吃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假抓冰。哇、哦，导演今天好多东西，很丰盛吧？嗯，有一些我吃过，有一些恐怖的，我觉得。那今天就来吃你没吃过的啊！今天就这样子的，哭啊！吃吃看嘛，搞不好有很好吃的啊！我从开始吃最不恐怖的，不错，我觉得。这是玉米，你们会把玉米做成甜的吗？没有，我们都是咸的，烤的。它看起来那个 oats 怎么讲 ？oats 哦，燕麦。燕麦，对，燕麦。有点像。完了。太久都没有喜欢。喜欢的是这个，真的你好久你留给我的不好的，哎呦，下一个是个一样的。哦，好像你的六臂子呢，扎死了啦！流鼻涕啦！六臂子，我看一下，有点甜，可是不错。它是加在冰上，所以会做的比较甜。嗯，它是麦角，就燕麦麦角的味道。去了哦。不是鼻涕，口水。那我们下一个，我看一下。导演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仙草。黑枣哦。仙草啦。这应该名字要换黑枣。大家。嗯。黑布丁。这个我有吃过吧？嗯嗯。觉得怎么样？它就是有一个很嫩、很花花的感觉，不错哦。真的，辣很甜，可是这个。刚刚好 ，You know, very 健康 ，interesting。那你要挑个不健康的。现在这种呢，我不觉得不健康，就是很恐怖。这没有这个，我有吃过，所以我就看看。这个我们国家是说温州，网络上哦，看 W O N J O， 就是我们国家的语言的名字。嗯，不错哦。在中文叫洛神。洛神。对，洛神花。一开始。哎、啊，不是方便，主要哦，这个是 OK 的。所以你下次进去以为不好吃，但后来还可以。嗯哼。哪一个先？黄色的。黄色。不会啦，不会恐怖啦。看起来那个凤梨，interesting， 有一个 plastic 的感觉。塑胶的味道。嗯哼。昏贵。真的很贵，是怪的，它没什么味道呢。Q Q 的口感 ，interesting， 嗯，加，为什么？它没有味道，没有灯。你是不是吞不进去？你还含着？进去了。下一个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个你国家有啊？真假的？你看得出来吗？嗯，看不出来。Star food。哦。可是沙夫都是酸酸的呢。它是把它晒干，然后加糖去腌。哦，就有特别的味道，甜甜的不错呢，没有很酸。好，那现在呢？刷脚，有那个花生的味道。嗯。要哭了，你好香啊！嗯嗯嗯。你有需要什么帮忙吗？嗯，哇，没办法，哦，这个，这桌上好恶，都是屑屑。哭啊！我就吃了，记得了啦，你上次给我吃，我被呛到了啦，很久以前的呢。那个古早味零食。哇、哦，完蛋了，好了，那我们这样子就好了啦。你不要以为我刚没看到。什么东西？绿色的，你都放在下面，我刚只是不讲而已。太厉害了！啊，这个怎么讲？情人果。情人果。酸亚青。它的颜色，真就是一太恐怖的颜色。十五不能有那个这种的颜色。是芒果吗？芒果 baby。真的、哦。怎么样？但是没卖。没卖、欸。真的假的？嗯，我们那边会是这种的，就是我们会吃啊，酸酸辣辣的。加辣会好吃啊、哦。嗯，会很好吃。这个我在做了呢，真的耶，不错。那你最喜欢吃哪？这个吧。哇、哦！真的逆转胜哎！到时候对不起哦，我觉得你们好吃。请大家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News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。